那你走，契约还你，马上走。何事？徐大人发现我们的假婚约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把话都说开了，所以不用瞒着他，也省得以后麻烦你。哦，谢谢你啊，帮我这么久。许大人说了，要全力的解决姻缘乱象，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一起帮助他。我为什么要帮助他？因为他是红鸾台御史啊，而且能力比我们强。许大人还说要全力协助我们。我不愿意。我在和你商量，你不愿意就不愿意，你发什么脾气啊？你这几天每天许大人长许大人短，去找你的许大人帮忙。许大人做的错了吗？他做的不是为了第一枚吗？倒是你看着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，什么事情也不干。哎，我可是为了你，看你这个样子把你留在第一枚，你能不能想想我呀？明明当初是你让我假扮你的未婚夫，什么叫我没地方去啊？哎，我和你说的是现在，你提以前干嘛？你冷血的毛病也不知道改一改。改不了。你真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你这样也当不了媒人。谁要当媒人？所以我现在对你们第一媒没有用了，只有许大人才对你有用，是吧？你是没用了，你不是也在这住够了吗？你出去不是等你的管家吗？你不是早就想走了吗？是啊。好，那你走，契约还你，马上走。契约作废。不动你我心弦，你能否听见我想你呀、啊、温柔缠绕在月光下，看那真心已经流淌、啊、漫长烟花悄然下，我在等你所有的回答。